邀请咱在广东的河南老乡都来咱这个店来品尝咱家的产品。好嘞，我老铁们，宫门到了啊，蚂蚁魁，蚂蚁号，那是泰康啊，血门口啊，那是血门口。我行，这行啊，还带二声，他一话他有点吵。对对，自动洗碗间，整个这边这套规矩，这是命数，这是口数、哎。你看他光口数这一块儿，口数这一块儿比前厅还大了，行吗？你前厅设计的再大，口数出不来差。对，啥是？对，这个空间较大，叫人去里面。不会拥挤，对对，这里边全部给他们装的这个空调带溜，两台三匹的空调，员工要舒适度嘛。这厨房绝对那么啊，一般的这个像早餐店，真的舍得把后厨对放那么大，设计这么好，对，设计这么好，这你这绝对是个搁这个咱东莞来说，将来是个样板间。对，阁楼这个俺计划的是这种，一楼一旦这个做完了。经常几个圆桌，比如说有五六个人集中在上边可以坐，然后后边还有很大空间呢。咱到时候有用的给它利用起来。这可以当厨房用。对对对，它里头可不小了呀。咱上边主要是以备用。对，对啊，对对。上面这都是我老板亲自设计的。老板都用心了。再一个，恁那个厨房设计的。对呀，包括我本人都踩过这个坑、还有好多老板因为他不舍得，这好小妹儿，座位多少了？你的座位再多，增加再增加一半，后厨出不来东西。啥的，我这来到大门看，一看那个厨房，将来咱的生意都不会，肯定红火。再一个，这高度这顶，坐着吃个饭啦，体验感非常好。老铁们，咱这个深圳东莞虎门店，关注了咱这个店的进展情况，大概在20号左右，20号左右可以试营业了。到时候二哥会再发布视频，邀请咱在广东的河南老乡都来咱这个店来品尝咱家的产品，也欢迎当地的老乡们、老铁们来咱这个虎门店啊，来品尝咱家这个产品。